我们在这个大连新海广场，这啤酒节附近，夜市正吃东西呢，天上啪就掉下来一个这个海鸥。这脖子里好像吃什么东西卡住了，看谷歌大宝，当时我们这身边这些人都不知道怎么办。后来我们决定还是救助一下它吧。这嘴里头能拿出来吗？这嘴闭合的老狠了。好，看看能不能整出来。能看见吗？ 摸着棍儿啥的，我不知道这是脖子还是啥玩意儿啊！你们肯定有。哎，我操！这儿呢，给推出来。哎呀，推出来，我拿。哎呦我操！哎呦我操你妈的！走吧，走吧，这个没事了，给他够他缓一会儿的。哎呦我操！我看看他能缓过来不？他怎么缓这玩意儿？太长了，这个怎么给吃一点？ 有点那个带肉那个签儿带肉的，从外头吞了，开边拿签子喂海鸥的，穿一个护腿衫在上面。他哪缓过来不了？这是逮着好吃的。后来我们分析，还是游客喂海鸥的时候给他带签子插的食物了，他一口就吞下去了。你要这就没事了。真得呼吁这游客以后喂海鸥的时候注意点，看着小家伙太可怜了，最后他飞走了，不知道以后能怎么样。